晚上在这边有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岛上，有道言男女朋友约会的好地方。然后这是上一集的旋转木马，晚上就没有人。整个半岛进入湖中，它两者交汇，也不是交汇，它是分叉，一个主流变成两个支流，然后再复合起来，再交汇，所以它在这边有做水坝。很多人在骑脚踏车，沿着河边有 trail， 就是小脚步道。今天我们是走了一大圈，好，就到此。这在Spokane 是在西雅图，你俩在 Washington 的东边，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出去到 Idaho 去了，黄石公园那边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订阅、传阅，跟着我走，拜。